龙子胥，你蓄意杀害你娘子王氏一案，宁国府已经核准。来啊，把罪犯龙子胥押回大牢，择日出斩。我是被冤枉的，大人，我冤枉啊！大人，准备行刑。 叔叔，你看，我知道龙子胥国法难容，但好歹也是我们队曾经的一员。你就让我送他最后一程行不行？头部按摩。哎呀，真没想到。来。 岂禀大人，龙子胥根本就不是个男人，他只知道读书，一年只跟我睡一次，跟他吃不饱，穿不暖，还睡不爽，怎么过日子啊？你打呀！你要真敢打我，我就当你是个男人。龙子胥，你个鸟人，有种你打我！闭嘴！别这样，啊，别这样。知县大老爷。 我和王氏是真心相爱，我生死都要和他在一起。哇塞，你们两个是真爱呀！阿祖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魔道条龙王氏，你二人通奸，被捕私奔，依大明律，要将你二人杖责八十，游街三日示众。来人！ 先把他们押入大牢，待明日一律治罪。是，走走走。走走